존나 많이 놀랐어. 大家好，我是小梁啊，今天我们终于到了小南山这边，这是属于广西的，大南山那边是属于湖南的。现在我带大家一起去看看呢，这周围这个风景很漂亮的。像看这样子吹风，今晚可能要加衣服咯，太冷了，上面晚上应该是。哎呀，你看中间有几个小岛啊，这水柱还可以啊。哇，这里好漂亮啊，这里。看得好远啊！啊，你看那边，哎呦，那里，好漂亮啊！哎，急忙下卷不进，放掉都上岸吧，都上岸吧，这里。看，打开来第一面，咕咕，它架了，它哪三幺，架了。老表开船过来接我们了。哇，带我们绕一圈吧。可以啊，把这水绕一圈。有点那个倒荡呢。坐得下这么多人吗？一个人。坐一个管子，可以了。OK， 可以了，好，把你们上船啊，好的，5块钱一个哦。可以。我很重啊，好重的，我要靠近船长。这边点，还要来着。哎，再上不点，再上三个都可以。进水了！上来了没？上来。这船还行吧，有点快吧。这个最后要亮钱喽。哦，亮钱喽，别不打。亮钱完成对。哦。可以哦，这个。你他妈到底在前面吗？加油！很力气啦，这个船。勾住！哎，哦，这勾住跑下了。老弟，是这样子玩的。挂梗都找到了。勾好了吗？出。哎呦，又转一圈回来啦！啊，小南山二号。巡航舰，太好玩了，在上面。神仙般的日子。好大，好大，好呗，好呗。